那个跨年节快乐，还有春节快乐。为什么现在都说光了呢？因为我们之后啊，该忙中考的要忙中考，该忙高考的要忙高考，所以我们舞台就可能会很久很久以后才会跟大家见面了。大家不要小虎子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下次舞台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2019益安中学年末大赏全部表演已经结束，谢谢家长们的到场观看，请各位家长带好你们的所有随身物品，不要有任何遗漏哦。荧光棒也送给你们了，请一并带走哦。还有记得我们开场区这里说的吗？请整理分类产生的垃圾，稍后带至场外分类处理哦。带好所有物品，分类好垃圾后，大家请在座位上稍作休息，待会儿请依照工作人员指示退场，到场外领取本场礼物吧。领取礼物后无法再回到场内，请一并带好所有随身物品。同时排队领取礼物，一定要听取工作人员的路线指示哦。礼物限制名分，你可以在领礼物时递送信件或者和我们简单交流。不过请不要坐太久停留，以免阻塞排队队伍。领取礼物后，请大家切勿在领取礼物处拥堵，请大家有序散场。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选择乘坐包车大巴离场的家长，不要逗留误车哦。最后祝大家晚安，没吃东西的大家可以学学我组团去吃顿夜宵，然后早点休息。